我哋好高兴邀请到运动员同我哋做一啲运动示范同埋分享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香港女子板球运动员，我叫 Tammy。你好，我系港协暨奥委会成员 Dorothea。12年，係啦，真正跟港隊訓練咧就4年。嗯，我自己就打咗7-8年咗啦，係啦，咁跟港隊我就都係聽你講。我咧就係嗰陣時大學嘅時候去做 intern。咁跟住我個組長就話：咦 ，Tammy 你好似都玩好多同啲運動喎，咁樣。咁跟住所以就問我：你要唔要多啲時間玩板球啊？我話：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試下啦。跟住我好記得嗰陣時，因為球員人數唔太多，咁所以基本上我係練咗一次波咧就落場比賽啦。咁我要講翻係上年大概6月嘅東亞杯啦，咁我哋成班球員其實都好團結，咁我哋一齊成主會氣勢就贏咗嗰個成個 tournament， 最後一場比賽去到尾加時乜概念啦，咪贏咗，其實大家都振奮。因為我都有睇一個英國跳水運動員 Tom Daley 嘅跳水，係啦，咁我都。一路 follow 翻佢，都想睇佢個項目，想睇佢。我係下面嘅小朋友要小心啦！如果打咗落嚟咧，試下幫我接住佢好唔好？接住咗佢咧，個波波咧就係你噶啦。OK。哦。擊球噶波。一陣間要伸直曬隻手，跟住掟擊球噶。香港運動員西一。